亲爱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trange 冷知识。喜欢的话，可以关注一下，和我一起长知识。坐、腿、沙。说起这个坐腿沙，应该是很多男生的死穴吧？觉得是的，请在弹幕扣一，体验过坐腿沙的，请在弹幕扣2333哈。马上我们就来揭秘一下女生的坐腿沙对于男生杀伤力有多大。一，这个看体重吧，低估自己的体重使用坐腿沙会导致男生活动异常，甚至肌肉瘫痪。不过200斤以下我还是能扛得住的，一般来说200斤以上必杀。二，杀伤力很大，温馨提示哦，不建议在打游戏的时候尝试，至于为什么，各位兄弟打在弹幕里吧。三，低头就能看到他的样子，还能正面拥抱，你说这种感觉棒不棒？四，杀伤力大不大，这个我不知道，但是实话实说嘛，腿麻是真的，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点数吗？五，我只有一个感觉，那就是有个人坐在我的腿上，没有别的感觉，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男生不都是喜欢小鸟依人的妹子坐腿上吗？对于女汉子，只有男朋友坐我们腿上。七，对于这个问题，只能是体重轻的女朋友才有杀伤力吧，太胖的女生应该威慑力很大吧。八，这么大的地方你不坐，非得坐在腿上，搞不明白你票怎么想的。哎呀，这位兄弟，直男本男无疑了吧。九，不管杀伤力有多大，也不能在公共场所这样吧，我真的服，能不能想想我们这种单身狗的感受？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注意形象啊。十，分分钟想马上把他扑倒，让他贴在我的胸膛。十一，脑海中无数个刺激场面飘过，然后假装绅士的一笑。各位大兄弟有什么不同感受，可以发在评论里哦。相信还有很多单身狗吃了一嘴狗粮吧，祝愿你们早日脱单哦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有趣话题，就点个关注吧，嘻嘻嘻。看完的小伙伴点赞扣一，点赞的小伙伴考级门门优秀，家庭作业没有，零花钱多多。